inside my own world of make-believe. Kids screaming in the cradles, profanities. I see the world through ice covered in ink and bleach. 这里是一只残残，那这期视频呢，就是想画一个跟我平时的风格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挑战一下自己的一个涩谷辣妹妆容。今天的色系就是像我身上穿的这个衣服，还有我的指甲退土的，就是这种有点蓝绿色，我自己很喜欢，我觉得超显白的那种，就是孔雀蓝色这种妆容。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啊，先涂一个这个 YSL 的这个黑钻的妆前乳，最近是去打了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就那个医美的那个瘦肩针，也不算最近吧，大概一两个月之前。然后最近是觉得它这个效果好像还是有一点的。我之前的话虽然就是体型是偏瘦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斜方肌在我这个体型里面算是比较粗壮的那种类型，就是就这样两坨在这儿，然后穿这种露肩的衣服，我之前就觉得很丑嘛，然后我就去打了，然后打了之后好像感觉最近这边确实变小了，凹下去了一点。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会穿这种就是露肩也好，或者是这种露锁骨的衣服会更好看一点点。我当时就是那个医生还让我捏着那个就是打的那个护士小姐姐的手，就我当时眼泪就是打的飙出来，就是没有打那个麻醉，就只是表面敷了一下那个麻药，但是那个麻药其实它只敷到了这一块区，但打的时候有点打到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敷到麻药的地方。哇，那个时候我真的一下子就是眼泪立刻飙出来那种，就是我觉得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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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那种忍痛能力有点关系，像我自己的话就是忍痛能力超差。用到这个粉底和一个这个粉底刷，因为我觉得粉底刷上出来的话其实就是遮瑕度会稍微高一点。一般用这种粉底刷的话就直接这样子先倒在手背上，然后把它给戳到你的这个粉底刷上面。然后涂完粉底液之后呢，再来做一下遮瑕，遮瑕用到的是我一直在用的这一盘。再用这一盘来做一下定妆。辣妹妆容的话整体还是要有一点点混血感的，所以今天的鼻子的话会修得更立体一点。注意在鼻侧的这个位置呢，就这样子斜着刷一下就可以了。鼻头位置要修得稍微尖一点，因为我相对我自己的鼻头是那种比较圆钝的一个类型。然后连带一下人中的位置，然后再做这种就是比较立体然后比较混血感一点的修容的时候，要记得像我自己的话，其实侧面可以看到我眉骨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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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的那种，就是太平了，我就基本上我的脸就是没有什么眉骨这个位置。但是要立体一点脸，大家都看到就是眉骨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提亮一下眉骨的这个区域，就大概这样的一条横线的这个位置。然后今天的眉毛就真的要画的细一点点，然后眉笔用到的还是我一直在用的 Kate 的这一支，然后选一支相对偏浅一点的色号。还是先加深一下你这个眉头的位置，把眉头位置压低之后呢，你后面就可以会有一个上挑的自然的弧度。然后就到了眼影的部分，眼影今天用到的是这一盘，然后今天的颜色就是以这个湖蓝色为一个底色，来画一个偏这种色系的一个眼影。先用这种浅色来做一下打底，然后呢再去取这一盘里的这个颜色，再是取这一盘里的这个就是偏深蓝的这个颜色，涂在刚才晕染过这个湖蓝色的一个范围内。取这一盘里的这个偏湖蓝的这个亮渐色，然后眼头位置呢拿这个颜色来做一下提亮。然后提亮完之后呢，用到这一块的这个亮片，
you what should I do? Sweet な日々は続くなんて甘い想像してたふ浮かれていたかったね I ain't you 結末は知ってるかのストーリー残り1ページのどんでん返し期待してる然后用一下睫毛定型睫毛部分的话我是用这种就是单簇的贴的然后像这种短的它就可以贴在就是眼头的位置像这些长一点的呢可以贴在眼中然后像这种比较浓可以贴在后段的位置然后现在是我贴完这些单簇的假睫毛之后的效果然后最后的话今天再刷上这个亮晶晶才刷在睫毛部分的然后它涂完之后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点点亮片在这个眼睛上面亮部分的话今天用到的是 NARS 的这一款主要今天用到的是这两支稍微在唇中就是涂了一点点这个底色之后呢再加上一边中间的部分然后用到这个盘子里面这一颗偏蓝紫偏光的这个颜色